liquid, pin, position, cream. Plum 啊 ，cream 你。今天我们不打广告，我们要介绍一个新东西给你们。其实啊，一辆车啦，通常很多人保护到里面了，因为里面都是你自己保护的。哦，没有人可以进去的。对外面其实真的蛮难保护。因为外面呢，有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前面有萝莉啊，你不可能遇到那条路是没有萝莉的哦，很难讲的哦。啊，或者货摆货啊，或者车子啦，啊，有时候刚铺路啦，前面那个石头弹到，哎呦。尤其是最近大选要到了啊，铺路这个事情是全天下都在做的。对对对，你知道大选到了就要铺路了嘛，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来的。介绍一个美的东西给他们，很美，充所美金啊，满所美满啊。哦，就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了。对对对，外国有啦，马来西亚肯定没有啊。马来西亚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。一固定，其实我不用再介绍了啦。固定就是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啦。就是要保护那个气一点点啦，然后法令啊。发亮一点啊，对对对对，不会粘尘啊，容易洗啦，然后干净啊，其实这个其实很普通了啊，对对。然后最主要是那个车头了，其实车头全很难照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前面石头弹到啦，其实固定呢就保护不到你的车头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多现在也是有粘前面多一层，那个叫 PPF。Paint Protection Film， 它就是 一张透明的东西啊，透明的很多是蛮黏的。其实那个是也是很久比较常见啦，对对对，现在我们介绍了啦，对对对，我现在们介绍你们拿来喷的，它就是 Film Protection PPF 的东西，掺买 Wrap 的东西上去，你要喷什么颜色在上面都可以。可能我们这样讲你不是很明白 ，OK， 我们今天带你们去看 ，OK， 拜。哦，他现在他们那个车有看到了，刚刚我看到了，对对对，他们已经是动工了。对，因为每一辆车进来一定要 police 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OK， 来我们去看。然后呢，玻璃鸟呢，他们就进那个气房里面喷那个保护膜了。对，是用来喷的，不是粘的，不是粘的。所以它就是叫做 liquid paint protection film 啊， liquid liquid paint paint protection protection film film liquid 啊 paint 啊 protection cream。Film 啊 ，Cream 你。OK， 所以我们等一下过后呢，就是带你们去气房里面看他们讲车的。好。现在准备第二层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射上去。OK， 现在呢，看我车呢，已经是。就是要重复八次这样的东西，这个东西一直重复，一直射，干射干射等干射等干，这样子重复八次，八次过后呢，它就会有那个形状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怎样 ，OK？ 所以呢，现在是不是弄好了？已经弄好了了。啊哈，然后整辆车已经弄到美美的滑滑了，好像是变回十八岁的样子啊。没有动的时候啊，对哦，有时候我们。靠讲的没有用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也是要示范给你们看啊。讲没有用嘛，有几滑啊，几防滑啊，几鲜水都好啊，没有用啊，一定要做测试哦。对对对，要讲测试呢？我觉得直接倒肮脏水啊。倒肮脏水啊，这样还看它滑的是滑去哪里？或者是拿砖头刮到它了？讲真的呢？真的。OK OK OK。这样我们等一下试看他们没有关系，做个测试给你们看啊。OK OK OK。因为啊讲这样多是没有用的嘛，但是我拿两个水，一个是干净的，一个是干脏的。是两个水给你们看，要干净还是肮脏的？随便啦，干净先啦，干净先。不会脏啦。它连肮脏水、干净水，它全部已经不粘了，全部很像那个皮肤太过滑了，十八岁的皮肤样子、啊，很像那个苍蝇啊，爬上去啊都会啊，蚂蚁啊都会跌倒那种啊。哇，这样子啊！其实啊，防水也是没有用啊，也是要那看你防不防滑了啊。看到吗？已经是滑了，看到吗？它已经化了是没有关系，然后还有个热墙是给它温度 上升回的，它又会滑回的。又修复啊？对对对，都会修复了这个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科技了。就是它的科技，没有关系。啊，不要修复。
所以现在花也没有了啊、哦。对啊，花也是没有了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，所以就是这种 高科技东西啊，新产品介绍给你们了、哦。所以你不怕不用怕那种石头啊、挂花、啊、轻微挂花那种，真的不用再担心了啊。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多什么又喷漆啦，又这个啦，那些东西很多啦。对，太多了。这样子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了，我可以不可以灭掉它？可以，就是它这个出道啊，可以灭的，可以灭的、啊，就是我不喜欢了，就直接灭啊。对对对，它可以保护你去，又可以灭掉，不会伤害到、哦，不会伤害到了，不会伤害到啊，不会伤害到，不会伤害到你的原装底漆。所以你讲不可以，不可以讲罢了，不可以的哦。讲没有关系，试给你们看喽、okay。其实这个、啊、也是漆，这个也是漆来的啊。所以完全都是漆来的，它粘已经在粘在一起了、哦，不是 sticker 了。我们可以帮忙灭吗？可以。OK 啊。啊我们试一下看灭。啊。我灭一小部分。看到吗？这个就是整片经过八次的烤漆，八次啊，然后才有这样子。你可以掺你的漆在里面，透明的呢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小片拿大片，透明的呢，就是这样子。有颜色就是这边，就是这样子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新科技，介绍给你们。新科技，新科技什么？新科技，新科技什么？就是新科技。你看，藏在里面了、啊，蛮雷谁美？保护膜就是这样子，保护着你的气。你自己看看几厚，就知道那个石头肯定打不穿了。你自己在听，原装气没有问题。